哎呦，今天是我们在小琉球的第三天，那现在已经下午2:11了，有没有看到？那其实也不是现在起床嘛，刚刚我在整理东西，好不容易把东西都塞进去了。没有跟大家介绍过这间房间嘛，对不对？这是我跟杰森住的房间，这个是我睡的沙发床，就是很简单的沙发床。那我没有盖棉被，我盖我的外套。那这边的电视呢，应该是65寸哦，超级无敌大。它的浴室我很喜欢，看一下。有个丑男靠腰，它的浴室哦，这种浴缸的型很像那种泡温泉的，我不知道你们去住过那种温泉饭店，然后就那种泡温泉的感觉，我觉得非常的像。那李杰森呢，他睡的地方哦，差点了，李杰森睡的地方呢在这里。那他第一天打呼的时候，我在下面那里嘛，听不太到，但是昨天他可能太累，他打呼声是通天雷，我在下面听得一清二楚，太夸张了。这间是红林的房间，超爽。哦，那这个呢，就是大家最喜欢的第一将的房间。哇，轻易闯进他的新房，有没有？就是这么简单啊。然后这里好像可以铺床垫，然后可以再睡多一个人。流量密码，第一将用过的毛巾啊。哎呀，看你们只能看不能摸，不能拿。哦，这厕所就感觉上小了一点，不过这边就是五脏俱全了、啊。你有听我过来、啊？好，你听我过来。我有听到一个那个好像脚部摩擦的那个声音。妈的！爆！我有没有被吓到？干他妈！我有没有吓到？操！不录了。所以你刚才有在录吗？没有啊。哦。我只想吓你而已。哦，干。啊，我在介绍这间饶家庄莫兰迪啊。哦，叫莫兰迪啊。不然你真以为他叫饶家庄？你叫他老家庄。好，接下来上面的房间我觉得就不用多介绍了，你们就简单看一下。最主要不是要讲下面这里啊，这个大家都看过，是这里有2张双人床。那最棒的地方呢，哦，其实就是这个海景。哦，这个地方真的是超赞的，虽然我们第一天门忘记关，然后一堆虫飞进来，不过看我第一天的缩时就知道这里晚上其实非常的漂亮。那天拍说是蛮可惜的，就是我在太阳在那边的时候没有拍，我是太阳已经不见的时候才拍的，就非常可惜。然后最后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小阳台，所以晚上就是可以开会啊，然后聚餐啊，因为这里还有一个烤肉的东西。那就是跟大家讲，最好是带防蚊液啊，因为晚上这边的蚊子真的非常大只哦。我算是比较不会被蚊子咬的人，都被咬得很惨。啊，笑脸呢？笑脸呢？救门姐，你吃中大杯啊？我唔知道，他们应该不知道吃啊，来，我们去问他们。去问他们打了一个小时。哎，你要回去？干嘛要提醒我这件事情？加蛋的小辣，哇！美食 YouTuber 专心的在记录哦，是补个画面而已。哎、哦，吃吃吃吃，
吃。哦，好好喝哦，好爽。快点，还是看着你走掉哎，嗤之以鼻，是不是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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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是我等一下捞汤用的靠药。那个虾背心弄的。背心那边有背心量吗？有啊，当然有啊。哦，嗯、没有的话就买一个。有啊，好像都是有背心量。走了吧？没有的话，有可能就把全部扫空了。哦，我以为那个是哇，那扫空可以省好多钱。我朋友，我知道我朋友有一次带超多回来。耶，吃饱喽。回家，回家。没有吗？没有，他回去而已啦。我要回去了。他有工作啊，他有工作要做，我要走。工作很辛苦，老板娘很热情啊。谢谢，多谢哦，阿姨拜拜。谁帮忙按赞啊？呵。回家了。我今天晚上。2 hours later。我刚刚睡着，靠背。没有啊，我刚才一直在床上，我十二分十多想，然后你们还在上面吵，然后我就躺在床上睡着。在睡觉。干你！没关系啦。没关系。你是有差哦。没关系啊，慢慢抽，要不然你再回去睡啊。嗯，好好好。不是啦。那先把钥匙抽走。不是啊，只有我有差啦。拜拜，拜拜，哇，好开心啊，玩完小琉球就要去绿岛玩，还要去玩二十天，好羡慕哦。我给他一个鉴别礼啦，我这边有买麻花，好吗？哎，我这有鉴别礼啊。嘿嘿，这鉴别礼好像不是给我的，是给你的。哎呦，对啊，你不是最喜欢抽？没办法，肯定。回台北，太灰啦。哦。拜拜，绿岛更好玩。哎，后面你要坐三位吗？没有。好，前面可以坐三位，不错。嗯。哦，香菇哥。来，我先过去 ，OK 啊。谢谢。好久好久不见了。哇！哇！哇！这太感动了吧！哇，香菇哥！哇，特别招待，第二天，哇塞！哇靠！真的哇！啊！好，你说站在门口吗？一模一样的，一模一样。好奇，你说全部的站姿一样，然后这里刚刚站姿一样。哇塞！这完全不一样，这完全不一样。为什么这椅子不一样？原本是四张床，四张床，对对对，像榻榻米的。我这应该是为我们特别准备的。哇，萨斯，我冰封王座。不玩那种东西，你用过吗？没有。电动的，那你用过什么？没有，我要先用那个。把关起来！我把关起来！我把关起来！快点关！等等等，下去下去，先小他，小他小他。哇！哎呀，我死了！哈哈哈哈哈，被锁在上面了。哈哈哈哈哈。起来吧。
哎、欸，这一幕怎么好像看过？哎、欸，可是怎么上次被关的人在下面？啊、原来是小毛啊！哎、原来是你呀、啊！跳下来嘛，跳到这死死里头。OK， 喂，我们现在是来站这个，直接脚断。哎、欸，你是春刀呢？哇，年华，你先帮我们切好水果再来一下。各位看一下，我还有水果，我操！优质，而且。现在需要你啊，把你的机车驾照拿出来。然后我等一下回来再把我锁进去。没有没有，怎么会呢？谁转了？达成共识。哦，达成共识。啊？我转达成。啊，我们去年不是，我们三年前不是也在转？哇，优秀哎、欸、你。我想说我们三年前转了、啊，我想说去看花会还有人，还有没有？就还剩你。我现在也不知道干嘛、啊，你在干嘛？干，你在干嘛？吃饭。啊，在吃饭。哎、欸，那 P O E 哎 ，P O E 看一下。哎、欸，这么好，我们都还没吃饭呢、欸，你怎么在吃饭 ？P O E 看一下 ，P O E 看一下。我先更新一下，更新一下，更新一下。你是在看 A 片？我们看一下画面，看一下画面。抓到，还没有。抓到，热门的更新抓到了。哎呦我他妈才刚刚刚刚按而已，但我不知道啊。装笑我耶。好，你等一下练等，等一下练等的，练一波，练一波。哦 ，OK OK、欸。我们很羡慕你耶，现在就在吃饭，我们还没吃饭，真的。你们还没吃饭？对啊，找到吃的。今天肯定大街没什么东西。应该什么屁都没有。欸、不是，我这样拍拍也看不到。对，好了，就先这样子，好不好？拜拜。拜拜。工作加油，拜拜。等一下问问题。对。为什么你会有？对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会有一排排成？哎、欸，不对啦！我这样，谁放的啦？靠呗！白痴！那你那个就帮当做色帮我抽了。啊，去死啊！靠呗，我要拍个结尾啦。哦，今天第三天哦，主要是介绍一下今天住什么民宿。那这间我想大家就很熟悉了吧？嗯，好重。对，那现在已经凌晨快两点了。那我今天其实没怎么拍东西。那大家都在玩这个，等一下，哎、欸，这个是谁要拍的？赖勇。哦，这是赖勇，等一下要拍的主题啊。啊，那现在是在试玩。我跟大家讲，来恒春哦，就是住海比尼斯啊，富有人情味的好民宿。海比尼斯赞不赞？赞啊！海比尼斯赞不赞？赞、啊。肯定是海比尼斯哦。请你不要干扰我，可以吗？肯定。只有海比尼斯啊，对啊，肯定百百家就一间民宿叫做海比尼斯，对，没错。这个超重的，王者你要气的，这家会打吗？这个王者你要气的，谁他妈那么狗啊？他妈抽最底下的，他们两个，他们两个直接抽最底下的，妈的，我很有压力。我操！哇，我还有那种哇斜的哎、欸。斜开，是这样子玩哦。他没抽啊，我抽了，你抽了，他快倒了，然后把他扶住，然后不要让他稳。女生就是你啊！哦，这么刁钻的吗？调回来，你抽好了？还没。哦，下面我都试过了。嗯。超大！我刚吓到，靠呗！阿林，来吧，来吧！哈哈哈哈哈！这试完了一次。